选战倒数快100天了，民进党总统政府参选人蔡英文跟苏嘉全实在有够拼。今天蔡英文人在花莲、台东一口气跑了7个行程，而副总统参选人苏嘉全呢，他在台中跟彰化连跑5个行程，英加配马不停蹄，一个固守中台湾，一个开拓东台湾，哪里困难就哪里去。所到之处一定充满民众加油声，不能错过这份魅力。小英帮民进党大拉票，咱这届的得票率是不是会使超过咱2012？咱毕竟伫遮的得票率好唔好啊？和花莲选民站一起，还有90岁坐轮椅老人千里迢迢现身力挺，甚至有人现场塞钞票。自产自销的农民要捐给我。因为蔡英文仿佛女超人，在花莲、台东跑一整天，从新城到寿丰，中午转战瑞穗，再到玉里，最后拜访原住民，再到台东，一口气连跑7个行程。在东台湾豁出去，苏嘉全在中台湾继续冲，一早就现身乌日，再到大肚，下午转战彰化，再回丰原和神冈。我甲丰原的乡亲讲，我嘛要甲咱大肚的乡亲讲，嘉全若中选，绝对继续留伫咱台中，安尼好阿无？主将副手分进合集，铁娘子领军，民进党同心协力冲选票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而为了参与。